撤离的时候一定要等民众完成动作，意思是什么？如果他在吃饭，你等他吃完。台风白鹿袭台，国军集结在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协助公所进行预防性撤离。协助撤离来义、大后、义林以及丹林部落，预计撤离269人。大后55个人，丹林560、76个人，合计269个人。我们这些撤离的人，全部都要撤离到新来义的活动中心。气象局针对全台16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包括首当其冲的花东为超大豪雨特报，屏东为大豪雨特报。公所希望在大雨来临前将居民安全撤离安置在新来义部落永久屋活动中心。撤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乡亲，告诉我们的乡亲哈，能够撤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到我们这个台风过去了之后哈，我们再请他们回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部落对外交通只有一条道路，万一不幸发生土石流，部落居民就可能会受困。严防大雨的情况下，先行将来义乡境内居民做撤离，谨慎小心为上策。原视新闻歌手巴朗，屏东来义采访报道。